好，就这样，走起。请问各位有遇到 bug 吗？什么 bug？ 我没遇到哎、欸，到底有没有 bug？ 今天的我没遇到过。哦，按珠差一点，赌一下，他会天降按珠。天降按珠，谢谢。干有个赛、欸。真理呢不能带啊，他只能带那个，他只能带火跟光啊这两种属性，不然我也想带真理啊，不能消防族，完了我会被打爆啊，反击100%，完了要被干翻了，哦没事，好险好险。大意了。大意了，没有闪。好，过了过了，没毛病。老木猪啊！凯龙科，他会更新。会前五的，哎，我想讲一件事情是，如果等一下那个谁，那个没有转出五颗木珠来怎么办？这家伙切西亚，他心情不好也是有可能不给你五颗木的，他狠起来也是一个狠角色哎，红三小，那怎么办、啊？到时候还不爆气？我狠起来，可是连木珠都不给的，会不会这样？他会这样狠吗？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哇，这八康哎，这版面好漂亮。没有颗木珠就是你非洲而已，那怎么办？那个时候应该可以，那也还应该还是可以开龙科啦，我在猜。没事，永远有第二方案。不能消暗珠，专业的切西亚不要闹啊！卡珠很难受哎、欸，吃食不要啦，我想零食过呢。切西亚，这是你唯一证明自己的好机会，快点！大干一把！哎、欸，哦吼，这怎么有五颗木珠啊？啊，那切下来不需要你了，谢谢。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有五颗木？哈、啊！切西亚，你满脸问号。切下到底来干嘛的？完了，他到底干嘛了？哇，太惨了，切下，好好笑啊！切下没用哎，从头赛到尾，这游戏就是这么简单。难得从仓库走出来，发现毫无用处，好好悲惨的命运哦。这游戏真的会读心哎，当你觉得说，我觉得可以开这个了，转个新珠出来，多爽！当你觉得说你那个你都准备好了要解这个 G 八盾之后，才发现你的运气在此时有够好，被玩坏了！人家怎么直接打我啊？不是应该先扣我的那个 AT 立场吗？这人明显不讲武德啊！是不是玩坏了？还是我刚才没有 AT 立场？好像是这样，是吗？切下我是谁？所以事实证明，你运气够好，其实连切下都不一定要带。运气不好的人才带切下。哦，八康。哦，八连级或以上。啊、哦，是八康盾以上哎，那我开这个就好了。
板面多么可爱，这家天江一定有的。好轻松，再来第二关。我直接告诉我输一轻松，哎，也是哦，有可能是做球给输一的。呵，其实没差，因为这边那个我们队员都无视敌方防御力的，所以根本没有差。还要死掉，那时间问题而已。运气不好，带两只明日香就好啦。我带很多啦。哎，带两只明日香什么意思？好，过了过了。阿红都不看留言了，什么意思？我有看啊，我一直不是一直在看吗？赢了赢了，明日香一路碾压。午安阿红，午安。好，接下来就最后一关了。哎，有没有人有最后一关的资讯啊？聊天室，来一下。